o'clock.
的祈祷，祈了后要艰苦的事。做孽的人在地界是受苦，参禅地藏菩萨这种有愿力去地界是得着。他说：“咱大环境更较好，你无要用功，你感觉伫地界。”讲翻意思。所以，咱不过是伫即条地界的道场的外相的报告外，内心的境界，你无好好去甲思维，你就创造袂出来真正的国度。有一寡道场吼，我听啊，某某法师啊，讲有对个所在吼，啊，请你来弘法来做主持啦，后来我去，哎呦，山顶买顶，了着客话，无人敢去。伊说客话就是啦，我去啊，未弘法就成只好啊。可是你啊，咱历代的祖师，山顶买顶。咱金宝大山就经验，去普陀山迄种大山过岭，而且有爱坐船，这种人烟稀少、人家走不到的地方，他到那个地方弘法，一住就几十年，一度众生就多少人解脱。他看到的不是，哎呦，生活机能好一点，那之前去了高雄红飞无，哎呀，隔壁有百货公司无，有菜市啊无。啊，这人拢无得，拢免修行啊！但是咱要修行，我生活技能爱好。可是咱这条件生活技能，但拢才记住，为甚物未无记住咧？你头解脱，安尼有两种问题：要么佛法有问题，要么你修行有问题。那佛法肯定没问题嘛？那是谁的问题？修行的问题啊，知见。所以啊，简单问一个问题啊，地界要来去弘法，你敢去？地界哦，卖讲地界，当然有当作有经验，去一寡大病院看下，啊，你急诊室咧，咧病房咧，即个病人倒伫遐，你认为你升起了什么心？你讲要去度，你是不是迄个精神度大？哎呦，咱只苦啊！哎呦，一大公司讲安尼差。你当时的心是去三心，同情人、怜悯人，哎呀，那真可怜，咱嘛无咧偌好啦。那到底要安怎看待这种的境界？当你看待这境界时阵，你会是用啥物方法去解上瘾？地界是真苦，迄个比地界，佫较轻松些。不过，为何为甚在人心上产生不了力量？是佛法的问题吗？心性的问题，熏修的问题。平常没做好准备，临时抱佛脚，做个卡就破掉啦，别那破。像有些人就观念，哎呀，我。啥物银两买来上镜啊？是啊，你来搞你上镜，啊我无用，啊你去摆倒，啊我看了一张啊，一张我吼，啊你当作咱做工的，我咧走摊的，有人就直接想啊，我落地一张房，你遐来做做，倒了工资就我赚啊。何以讲这种情形嘛不在发生，问题就伫倒。那你这之间没有好好的劝起，不论在家出家都一样。你不光没走，你比病人，你得比多的，我想比多一点。我不看生面，看活面，你看的是金钱面。你说皈依不是正法的三宝呢？你说皈依是颠倒的。所以为什么龙树菩萨要破这么多的执着？佛教也谈因果，但不是你说的那一种因果方式，但也不是说那个无因无果，不是佛教确实讲因果，但是佛教讲因果是因缘所生，不是你说的因中有果，因中无果，是因缘所生，就是你要具足这种因
天所设的条件，因缘才能成立。这就是龙树菩萨在庄论里面很明确地告诉着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因缘。好，我们接着再看，翻过来，慢慢的熏修懂了，后面就比较容易通了。好，他说国若未生时，国还没有生的时候，还没有升起的时候，则不应怎么样有灭。灭是不是有生才有灭？对不对？听我，国有国生了才有灭嘛，对不对？国假如还没有成立，国还没有生，还没有升起的东西会不会灭？还没有火，怎么说火灭了？听到不？火都还没有成立，等阿弥陀会，那我给你会花哎、欸，会等阿弥陀会嘞，那你五会也花哎、欸、啊。果未生时就不应有灭嘛。好，这是要谈什么？佛教他们说有因缘，然后有啊次第缘。什么叫次第缘？前念灭，对不对？相信。前念灭。前念灭了，后念生。前念灭，后念生。哦，那要有生，然后才有灭。好，那他们就要谈了、啊。活未生，果未生死，何有灭？果未生死，何有灭？哦，好，来，我们看到这一个介绍，他说呢，国若未生时，则不应有灭，还没有生，阿未，物件都阿未阿未有人，那你讲话物件胖的，不可能嘛，哦，那再来，他就说，灭法何能灭法？已经灭了就灭了，还需要再去灭它吗？灭法何能也？灭不在了嘛，没了就没了嘛，好、哦。故怎么样？所以他说呢，故无次第缘啊。灭就灭了，灭怎么还会生？这要谈的是外道谈的是什么？生，他们的次第是什么意思呢？刚谈的是相续没错，但是他的相续什么？一定要一个不在，一个在生嘛，是不是这样？这个灭了，这个在生嘛。请问这是什么？你弄刚刚明白了，刚刚打到这里了啊！这是手掌还是拳头？手掌，拳头。啊，手掌跑到哪里去了？没。啊？手掌到哪里去了？拳头哎？拳头不见。哪一个先生？哪一个先灭？变魔师，来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手掌啊！你弄白了，还讲这叫手掌？来跟我说，这是手掌。这是什么？拳头。手掌拔到哪里去了？藏在哪里？手掌拳头里面。嘴薄啊？对对。手掌对对。因为它没有相，你看不到。啊？我把最后一份感情发给你看我啊。没有相。没有相，那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不是，这是什么？手掌，你说没像他，为什么他又有像？因为他幻化成一个拳头，但他失去了他原来的。外道就是阿弥陀佛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不在，还是干嘛？对啊，就是这个，这样子才可以。这是什么？对，这是什么？手掌，有像还是无像？有像。拳头嘞？拳头有像。啊，这个呢？手掌有像，拳头有像。啊，这个呢？手掌生，拳头灭嘛，对吧？灭法何须生？拳头是谁生啊？手掌生的。是吗？是吗？是吗？因缘所生。手掌也是整个色身的一部分。对不起，那刚才这是在教我们怎么去思维。
有相就有相，无相就无相。所以我刚刚的回答问题是违反了自相的条件，有就是恒有，没有有突然变成无。刚刚说这个叫所长无相，怎么无相变成有相？那你说自己违反自己的规定，为什么？你说自体相是实有不可改变啊，既然不可改变，无相怎么变成有相？有相又变成无相？那你来讲吧，你，那你还有意思吗？这就是外道化你的自己的过失，有马就恒有，无马就恒无，怎么有会变成无，无会变成有？唯一的方法，你就必须接受佛祖说的什么因缘所生。啊，你好、哦，所以你到这个里面要去佛，佛说，可是我就阿弥陀佛，我干嘛喜爱呀？就不可能看到让你去丢。咱就是无去看清真的，咱就说咱后悔啊。放下其实简单，看清楚就放了。问题是我们很难看得清楚。就刚刚举，果未生时不须灭，所以这次第缘是一前面灭，后面生。那后面未生以前，后面未生嘛，这个还没有生死以前，还没有生怎么会有灭？哦，还没有生就没有灭嘛。OK， 这个可以。那么这个一灭，一灭了怎么还会生呢？矛盾，矛盾，他就是找出他的矛盾点，然后去破它，就是去破它。好，来，我们看，所以你看到，他说了，果若未生死，哦，果若未生死，还没有成就的时候，还没有这个果还没有成立的时候，怎么样？则不应有灭，还没有生就不会有灭。有生才有灭嘛，这是必然的理则。有生才有灭，未生就没有，还没有生起以前就没有灭。生法未生，灭法就不会存在。好了，那接着说，灭法呢？何须灭就已经灭，灭就灭了。有没有一个法叫做灭法？生起，生起一个灭法去灭掉那个灭，了解意思吗？灭法，灭法是什么？不在就不在了，还要找一个灭法去灭它。听懂意思吧？火就是刚刚这个，手掌变成拳头，我是拿拳头去打手掌，然后手掌再变拳头吗？怎么样？没有嘛，手掌怎么不见了？是我拿了拳头，然后打手掌变成拳头，这样吗？我们很清楚运动自如的嘛，因缘所生嘛。我当用手掌的时候，或者说我当用拳头的时候，我用拳头，不论要用手掌用拳头，我拿捏自如。因人所生，所长不是因为拳头打掉那拳头，我拳头怎么样？我拳头要出现的，所长收起来。你有没有看到所长不见，拳头再升起来？没呀、啊。那我们怎么说是所长灭的，拳头生呢？我们很容易就是失，这个盖主人啊，问题咱就去迷失了。所以说没有次第缘。没有，因为前面灭，后面生，灭法何用生呢？这就把那个次第缘给它破了。你外道谈的次第缘跟佛所说的次第缘不一样啊！你不要把你们的方法，拿我们佛教的名牌就把它报上去，就说佛说的，不是，那你跟你讲的，你想做错。我是主要是用这样去破它。所以我刚刚举这个例子，所长变拳头。拳头出现，我们所长的不见，没有不见啊！因缘具足了，它就生了啊！因缘具足了，拳头又来了、啊。要拳头也好，要所长也好，你拿一只相由心生，因缘具足，因缘生。因缘如何，还你因缘如何？没有，佛法修行依然如此。你当扮演什么角色，你就扮演什么好角色。当你拿拳头，你必须要拿知道你拿拳头要做什么吧。当你用手掌，你知道用手掌要做什么吧。我要写字，可是要用拳头写字，用拳头怎么拿笔？怎么拿笔？你可以啊，我要用手掌啊。这是他的条件。我用拳头，我必须我要用拳头的一个因缘嘛。说因缘如果我用
因缘如何去相应他？应机施教，毫不模糊。好，再来。所以呢，佛陀就直接破了：果若未生死，何须有灭？灭法一灭，何须再找一个灭法去灭他？没有，所以没有次第缘。次第缘的自性相不存在，自体相不存在。好，再接着，如诸佛所说，佛所说是什么？真实微妙法。佛所说真实微妙是什么？于此无缘法。哦，于此无缘法，云何有缘缘？我说的因缘所生法，跟你那个所缘的能所能能缘之心，跟所缘之境。有没有一个能所？好，请问你眼睛看到外面的境界，是眼睛跑到外面去看境界，还是境界跑到你眼睛里面？啊？不要问。你眼睛看到外面的境界，是境界跑到你眼睛里面，还是眼睛跑到外面去？你把镜头都对我哈，你眼睛搞没？你把这个恳求在脑里满多年，你我靠，明天对你吧？是外境跑到你眼睛里面，还是眼睛跑到外面看？能缘之心嘛，跟所缘之境嘛，谁跑到谁那里去？你有看得到我？我照给你啊，我。你眼睛有看到我，可是我有没有跑到你那里去？可是你为什么会看得到我？是你眼睛看到我吗？是吧？是不是？是吗？是吗？把这拿来给我，阿弥陀佛，我说应该讲来对保护啊，不是我啊，你先把什么救吧，你把我什么救吧？眼睛看的吗？阿弥陀佛。眼睛看到外面的境界，是外面的境界跑到你眼睛里面，还是眼睛跑到外面去？都不是吧，对不对？都不是吧，都不是变成什么？那到底眼睛是怎么看到的？是眼睛能看？心跟静了。心跟静怎么和心若实有，静若实有，两个实有的东西可不可以碰在一起？心能看尽，心若实有，尽若实有，不像靠近环境的调啊，过来啊，调来的，啊调来的，若实有不应该会不见啊。好的去思维，这不是我在规整哦，中论就这么说，能缘尽也是这么说，能缘尽呢，佛陀就问阿难。佛陀请这个罗罗去撞钟，敲钟嘛，我们这个大殿上钟，咚，一敲，佛陀就问他有没有听到啊？他说有听到，啊，声音不见了。我再说有没有听到啊？没有听到，声音不见了。好，再撞，咚，有没有声音啊？有声音，然后再声音不见，就说有没有声音啊？没有声音。到底是有听到还是有先有还是有声音？听到我？会啊！一撞钟，钟一敲，咚！听到跟声音，是声音跑到耳根里面呢，还是耳根跑到外面？当那时候呢，阿难就开始，哎，是怎样怎样？他总共回答了佛陀七次，七次都被佛陀说错错错错错错得很彻底。我都说都不是，眼睛不是到外面，不是在里面，不是在中间，不是在其他地方，通通都不是。找到这个心在哪里？心在哪里？心在哪里？佛陀也没有告诉他答案，佛陀只告诉他心在哪里。佛陀只告诉他，能依于正念，不散乱。你就不颠倒，说为什么要修？
能言三昧，就是入次第的灭受想，因为我们有受想，所以我们感受到它的存在。与不受一切受想之影响，你就超越。所以他这里才说，佛所说的因缘所生，是在说因缘所因缘和合而生，而不是像你所说的眼睛跑到外面，外面跑到里面。哪有能缘之心跟所缘之境，何有心境之实有相？心不可得，境亦不可得，心境皆不可得而来的能缘跟所缘。你就是我拍拍，然后再看你这种的感觉。但是你听不下来，就拍拍了。能缘之心，我们觉得心境。能缘的心，所缘的境，心境，眼睛对色，眼睛能看到东西，还是眼这个东西跑到眼睛里面，它就在这边分辨。到最后，我们常常啊，我们是用意识分别心，还是用根？若用意识分别，你就起分别想；用根是用于我们的心，根就用我们的心。这个心呢，跟我们在谈这个心是不一样。要用意识，我们常常会混淆意识心跟我们的清净心混淆。看得到跟听得到声音，你听得到声音跟有声音，有声音有声为什么会到没声音？有声音产生了灭，声音不在了。为什么声音会有声音？为什么会没声音？都因为声嘛。声音是来自于嘛，罗喉罗去撞那个钟，咚，因缘和声。但是这个声钟会灭嘛，没有一件东西永远存在。因缘所生，因缘生，因缘灭。所以能缘之心，所缘之境，只为了符合与告诉着我们这样的境界，是方便说，但不是究竟说。所以何有次第缘？既无次第缘，就没有所谓的增上缘。所以呢，龙树菩萨就把外道的执着一脱掉，没有所谓的所缘缘生。好，所以他说了，如诸佛所说，真实微妙法，此无缘生啊，与此无缘生啊，好，云何有缘缘啊？一缘都不可得，次第也不可得，怎么会有能缘之心、所缘之境呢？因缘都没有啦，因缘生不能成立，次第缘生不能成立，怎么还会有所缘缘啊？来，你讲一说，这是这样连贯的一个思维啊，这是一种连贯的思维。好，再来一个。后来他这里要讲，诸法无自性，故无有相。诸法因无自性，刚刚谈无自性的定义是什么？即灭，空性即灭。诸法一切法是即灭因无自性，因无自性故，所以怎么样？无有相，无有自体相。我们常常会执着那个自体相。比如说，你看到你喜欢的人，跟你看到不喜欢的人，你的心会产生什么作用？这就是我们的自体相。这个我很喜欢的人啊，放在一边哦，去接广告。换了你讨厌的人，马上避免。为什么那么快？你把那个过去的种种因缘当为实有，你为什么放不下它？你为什么要跟他计较？那个事情已经都发生过了，已经都不存在，你为什么还在那边苦恼？何以让谁让你放不下？你的自信皆让你放不下。所有的一件事情都已经怎么样不在了，你何以还在那里受苦？谁让你苦？你自己找苦吃的啦。看得清楚你就放得下，问题就是常常在那个自信境自己还迷失。我们就这样促进信心，促进信心是迷色六不触受，顺着这一点烦恼之身不受不爱就没了。因为我喜欢这个人，是看到他
心生欢喜也是一种爱，此爱得渣男。假如有渣男爱不对，可是我看到我很喜欢的人，为什么不能爱？可以爱，但是是没有渣男的爱，那叫慈悲，叫智慧，不是世间所对的人那个你爱我，我爱你的爱，不一样的爱，慈爱为大爱，为慈悲，这是不一样。所以这里人恰恰把浊恶我们的执着全部破掉。好，所以我们再看，所以诸法无自性，故无有相。说有是事故，是事则不然。假如你说一切法无自性，但有无自性相，你找得到吗？找不到。请问虚空有没有虚空相？虚空长什么样子？有没有虚空？我们长一个虚空样子，长什么样？无自性即无相，无相不是那个没有相的相，无相是本来就没有具足的实相。要了解这个佛法的一个思维，无自性没有无自性的相长怎么样？把那个无自性的无相的无相，统统都破掉，破一切的执着，破一切的执着。所以，假如你说一切法无自性，但有无自性相，错，不可能。因缘是不是无自性？因缘无自性怎么会有相呢？次第缘所缘缘真善缘皆无自性，无自性何有相啊？无相啊，就这样一破。好，所以他说了，略广因缘中啊，不管你广说略说，求果不可得啊，求果不可得。因缘中若无，云何从缘生啊？因缘中多有果也错，无果也错。因缘中无果，你怎么去求啊？云何从缘？你怎么说会是从缘生呢？这在破坏到的执着的自体相的执着，希望恁会当听有淡薄啊意思啊，因为毕竟恁要听这部中观啊，我就感觉恁的勇气太强。讲实在，这里在斗勇气哦，我看我们都很。很习惯的一种生活思维，要有一些勇气来掌权的哈。当然后面还有部分我们留着下一次哈，来跟大家再复习一下，再把整个因缘再把它串一起。四缘四门生诸法不能生，四缘生诸法亦不可生，一切法不生故不灭，一切法会生因执着而生。生执着为杂染心，不生则为清净心。一切法为什么你看到它的存在？因缘和合生，此因缘和合生，还于因缘和合灭。因为一切法因无自性出，因缘和合得生。因无自性故生，若有自性不得生。要让我们知道一切法本来就体验一下，所以我们反而知道这个世界过去种种已死，何苦再执着？该放下则放下。摸阿咧坐咧，见光光过去，啊坐咧就嗨，啊见光光过去，一个人阿咧一直光过去，就大概知影光线啊。你看我们的思维里面常常都留着过去很久很久的记忆，光的黑的人吼，黑的人吼，我以前跟哥是一起的，去干呢，电脑。谁让你相信？大部分的只取信让你相信。为什么谈到他的还要生气？他有跑到你心中吗？没有，是你的心执着、杂染，故种种发生。不杂染，清净心，一切法皆即灭性。好，今天我们来下课一下啊，谢菩萨。愿以此功德，愿以此功德，普济一切，普济一切，我等众生。